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杜老师。故事的主角 A 有一天早上去买咖啡，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陌生人，长相和身形跟他几乎一样，他愣住了。但玻璃门打开，那个人走进店里面了。他站在店外往里面看，没有眼花，是真的 99.999% 相像，也在柜台前买咖啡，小气的玻璃擦得很干净。他以为是在照镜子，没有，是真人。他心里很紧张，怎么办？要前去跟他相认，说嗨你好吗？还是装没看见？老师先偷问你，如果你是 A， 没有双胞胎兄弟姐妹，却发现这世界上有个人跟你同时撞头了，那你会觉得心里受到严重的伤害吗？还是没感觉？人类防碰撞系统。但是别担心，这种情况不会发生，因为纸娃娃系统随时都在监控人类。当两个撞头的人要相遇时，立刻启动隔离模式。所以，你有没有曾经遇过，怎么刚出家门口，或者刚走出公司就肚子痛，然后又跑回去上厕所的经验？那是因为就是要拖住你，等你上完厕所，再出来买东西，那个人早就走了，你们永远碰不到。撞头的人永远隔离，人在一生之内永远不会看见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而导致身心崩溃，这就是纸娃娃系统的保护，有一套极严密的演算法则，而人类也有偷学到一点皮毛，开发出近距离版本，那就是汽车的防碰撞系统，又称为自动驾驶系统。人只要跟车子说我要去哪里，然后人不用操作，车子就可以自己移动，人就负责坐在车子里面滑手机睡大觉，但车子跟车子之间无论如何就是碰不到，原理是一样的。结论是，人每天例行性出门去买咖啡，这到底是固定驾驶还是人为操控啊？纸娃娃系统很强哦，它是完美的吧？不，纸娃娃系统对设计者来说很完美，但对人类来说却是个大灾难。老师还发现了一件会心里很受伤的事，如果想知道就得继续看下去。纸娃娃系统，线上游戏风之谷，每个角色有固定模板，但穿上各种装备饰品就能变化出各种独特的造型，是最标准的纸娃娃游戏。我们的世界是一套系统吗？在虚拟世界里，所有的物质像全都是无人机像，包含了一个人的整体。当穿上各种衣服、裤子、包包、饰品，也能同样变化出各种独特的造型。所以地球 Online 也是最标准的纸娃娃游戏。玩风之谷号称免费，但顶级武器要氪金，那闪闪发光的限量翅膀也要氪金。所以网友花了1200万，终于称霸了伺服器。在我们这个世界里，流行、时尚、名牌、自信也全都要氪金，如果也花1200万，也可以称霸地球 Online 伺服器吗？这样不公平，好像有钱人才可以，但每个人的眼睛都一样，一个500元和一个100万元的包包，眼睛内占领的点空间也都一样，重点在于人自己是怎么看待每一个发光点的价值，可以用整体来计算，或以单点来换算。无论选择哪种计算方式，只要能让自己高兴就好，这称为人类自定义。无论拥有哪个包都能很高兴，跟有没有钱没关系。风之谷是 2D 游戏，角色永远以正面示人，所以衣服裤子只设计前面就可以，后面一律都看不见，不担心露屁股。但魔兽是 3D 游戏，穿上装备时就要考量从不同角度的差异，转右边转左边就得有不同的设计。回到地球 Online 也是 3D 世界，人设计衣服裤子也得设计正面背面，让不同角度看起来不一样。这是一个娃娃，转一圈从不同角度看都不一样。所以你认为这个娃娃是立体的吧？但老师再问你一次，你是哪只眼睛看出这个娃娃是 3D 的？
是左眼还是右眼，还是左右眼一起看呢？人在每一个当下永远只能看到娃娃的一个横切面，无人机像只反映最外面的一层光点。人号称是 3D 动物，但其实全都是幻觉。老师故意将娃娃转圈的影片改用截图，让它产生中断性的跳跃，让你看出娃娃它始终只是一个一个二维的横切面。这个娃娃是在无数个时间点排序的横切面的综合结果，让你误以为娃娃是立体的。当老师将手中的娃娃转完一圈时，你也只不过看到很多张二维切面图，但你的脑袋却主动跟你讲，你看到了一个立体的娃娃。问题又来啦，人的大脑到底是固定驾驶，还是人为操控啊？世界是立体的吗？不是哦，也全都是幻觉。人所看到的世界其实也是由很多张二维画面图所构成，是因为图跑得太快了，一秒内在人眼睛里跑过的图高达数十张上百张，产生连续性，这就是电影的成像原理。在虚拟世界里，人的真实生活其实也是在放电影，只是每个二维画面跑过的速度太快，产生连续性，让人误以为世界是完整的。这一样是大脑在说，我们这个世界是立体的，世界是完整的。我们都被自己的大脑给欺骗了。所以再问一次，人的大脑到底是固定驾驶，还是人为操控啊？人如果是真 3D 动物，那就要在每个当下要能完整的看见这个娃娃的 3D 图像，但办不到，因为眼睛限制人类的想象。纸娃娃的成像，眼睛光屏就只是个二维平面，就是章鱼烧烤盘，它永远就是那么一层，永远就只有这些相同数量的无人机光点。世界再怎么变化，看在人的眼里，也只是同样的光点在变化闪烁而已，就跟家里的电视一样，永远就是那些光点在变化。而立体感则分两种，第一种是纯 2D 画面，因为光影是 convert 2D to 3D 程式才变成立体的，但是种假立体。第二种是画面的连续性移动，大脑会自动脑补，骗我们说娃娃是立体的，也还是假立体，双重层次的假立体，让人真认为自己是活在 3D 世界。那么现在才正式要讲到纸娃娃系统的三大严重缺陷。一，人只能看到外面，看不到里面。人头的一开始设计只是颗水球，到定案时则复杂很多。最里面第一层是骨头，负责撑起身体，第二层是肌肉，负责身体的活动，最外层才是由水球撑开的皮肤，才能看见脸。而人还会自定义第四层，就是各种不同的穿搭，只需要改变最外层的光点，人就会产生变化，这就是纸娃娃的神奇。人化妆的时候只需画最外层就好，不用画到里面去，这样有省很多钱吧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只需透过改变表象，就能轻易骗过人的眼睛。但也相对的，人经常会被骗，不用觉得内疚。所以如果说每个人都很肤浅，这是个事实。对于这个世界的任何事物，人永远只能看得到外层的表象，却看不到里层的结构。发现原来还有骨头，有肌肉，但真正人让人动起来的，全是内层的架构设计，而不是外在的皮相而已。所以人如果想要控制世界，就必须深入结构，否则什么事都做不了。人类如果人只是颗水球，那移动时只能用滚的，不能走。结论是，纸娃娃让人类无法看到事物内部的真正结构。二，人只能看到前面，看不到后面。人的眼睛再怎么看都只有第一层的光点，就像这片树林，树林的背后到底藏了什么危险，有狮子、老虎或其他人，完全都看不到。后面到底有几层，有多深，完全不知道。人永远看不到完整，
人以为亲眼所见就是全部，但实际上人是八二法则，人看到的多只是冰山一角，底下还有 80% 都没看见。所以面对这个世界的纸娃娃像，要养成习惯，话不要说得太满。结论是，纸娃娃让人类只看得到冰山一角，看不到全貌。我不在身体里面，那我是在哪里呢？如果有一天你看到老师的现场版本尊，你也只能看到老师的一个切面，老师的身体在你的眼睛光屏里面，只是像在一张纸上不停地呈现动画的纸娃娃，无论身体转东转西，仍然只是个平面，是你的大脑欺骗你，说老师是立体的，所以老师的身体就是薄薄的一层纸娃娃，里面怎么装得下老师呢？嗯？问老师看你，在我的眼睛光屏里面，你也只是个一层薄薄的人体纸娃娃，可是你是活生生的人诶，会对我笑，对我讲话，那你是在哪里呢？你是存在于皮肤表面上吗？可是瞬间你转过身去，我只能看到你的背影，那你是瞬间跑到背后了吗？这故事告诉我们，人总是觉得我在身体里面，在大脑里面，还是在眼睛的后面吧，但身体是薄薄的一层纸娃娃呢，怎么容得下我呢？我如果不在身体里面，那我是在哪里呢？这时候老师就要讲，纸娃娃系统的最重要大陷阱，就是让人误以为自己是在身体里面。如果身体是 3D 的，这只存在于数学模型内，而数学模型是存在于伺服器内，大电脑、大机房，那是存在于云端吗？如果我在身体里面，那不就表示我也跟着 3D 的身体在云端吗？可是就说是数学模型，身体的顶空间完全以数学的资料模式存在，根本就无形无相，资料形态的本身根本就不存在空间的概念啊，那又何来有一个我存在于身体里面呢？所以我是自由的哦。妈，更可怕的来了哦，难道我也是以资料的形态存在吗？老师的本质也是一大包的资料，也是无形无相，也是虚拟的，存在于云端资料库里面吗？那云端又在哪里呢？是人的眼睛定位，让人误以为自己是在大脑里面，可是我不是在这层薄薄的纸娃娃上，这只是无人机像，当表演结束时，讯号就中断，画面就会消失，身体就会死亡，但我就不在这身体里面啊，我在别的地方，所以身体即使死掉了，我还在啊，可能在这里，或是那里，某个神秘未知的地方，所以得找到我自己。当老师玩着这个魔兽的角色，我不在这个角色里面，这个角色叽叽啦，我的本尊也还在，是个夹脚拖大叔，姓杜明老师，在荧幕外面玩游戏吃便当。真实的我是不死的，是永恒的，是存在于云端伺服器上，哈哈哈，吓不倒我的。老师，你吓到我了啦，科科。还记得原子虚空像吗？它竟然和地球绕太阳一样，微观与巨观的相貌竟然如此的神似，这似乎是一种系统的暗示。那么人脑神经元的网路图与宇宙星系图是几乎一样，那系统是否也在暗示，我既然不在身体里，我也不在大脑里面，那我是在宇宙深处的哪里呢？我就是整个宇宙，很大，很巨大，超级大，没人比我大。老师，你漫威电影看太多了了，科科。老师在公园散步的时候，总是会抬头看，因为总觉得天上好像有谁在偷看我。现在我终于找到答案了，原来是我自己。老师，你只是电脑看太久，五十肩上身了，科科。你也一样啊，每个人的本尊都在宇宙的某个地方，然后看着自己说，你很好，放轻松，别想太多。老师，你今天真的吓到我了，我心里很受伤，科科。
是纸娃娃系统吓到你的，不是我，我是冤枉的。瑕疵感的放大镜，这是支很久以前的广告，你可以再靠近一点，这刚好凸显了人的眼睛是最高解析度，连小细纹都不放过。这时候设计者送给人一支放大镜，对其他人的脸蛋和身材在鸡蛋里挑骨头，原因是要放大瑕疵感，人先天就不会那么容易爱上一个人或感到有兴趣，否则去逛个街可能就同时喜欢上好几个人，人与人频繁的连结就很麻烦，世界就会人满为患，逼近临界值，触发设计者要开会做检讨。但是当人类第一次从水中看见了自己的倒影，发明镜子看见了自己的虚像，从此放大镜就改用来看自己，残酷二选一，完美和丑陋，人只能二选一。我的鼻子为什么长这样？我是不是太胖了？人永远认为自己不完美，有瑕疵，眼袋、黑眼圈、毛细孔、青春痘，全放大了100倍。人一旦纠结于自己的外貌，就会活得很痛苦。但其实根本就没人在意，就自己很在意，因为每个人都只顾着在意自己，又怎么会在意你呢？人活一辈子，明明很熟，但又最不熟的人是谁呢？就是人自己，因为人根本就看不到自己，设计者不希望人看到自己，就是不希望这必要的放大瑕疵感的逻辑运算会套向自己。这世界上没有任何动物会为自己的外貌所苦，因为他们都不照镜子啊。一个人活一辈子，如果都不曾跟镜子相遇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存在任何瑕疵，又怎么会为外貌所苦呢？眼睛设计在脸上，一样是阻止人看到自己。如果长在手上，就无时不刻都在看自己，那怎么专心做事啊？设计者 X 画了一张脸，一副高矮胖瘦的身材，贴在视野荧幕上。他说：我只保证你是唯一的，不会被系统回收，但我不保证你喜不喜欢。纸娃娃身体是无人机照相的结果，不是人自己画的，却用放大镜来怀疑自己，因此缺乏信心。这样会不会很没道理？根本就是被设计者耍得团团转，明明就不是自己犯的错，干嘛惩罚自己呢？人一直以为我在身体里面，根本就没有一个身体可居住啊，这只是一层薄薄的纸娃娃，怎么能用来定义我自己呢？再思考一下，确认要非常纠结在这套纸娃娃上吗？人是拿放大镜在照自己，根本没那么严重。有个更残忍的事实，时间是把杀猪刀，系统迟早一定会送人一堆智慧文，人类无法制定义。同时要尽量无视于别人的批评，对方若对你的外貌没有意见，那几乎就会爱上你了，那也容易就爱上别人。每个人都很容易见异思迁，那这个世界就没完没了。系统得防止这种情况发生，所以才会每个人都送一只放大镜。数字人是老师的新纸娃娃，是可以不停换纸娃娃分身的，只是怎样才能换到满意的啊？一直在捡石头，下一个会更好吗？人当初来到这个世界之前，这个纸娃娃是自己选择的吗？没信心照相吗？不敢上镜头？傻傻的，8K 电视像素都比不上眼睛了，其他的手机更低，当解析度越低，画面就越模糊，人的瑕疵感就都不见了，前景是一片美好，这就是美颜软体的原理。所以照相应该都要很有信心，不敢露脸是观念错误。虚拟世界的解析度太高，人太容易有瑕疵，所以要修修脸，拍照时要开滤镜，越模糊就越有朦胧美。那么是要多模糊才满意？残酷二选一，如果再选择一次，你想活在哪个世界呢？现在你的存在就表示你已经选择了这个世界，没机会改变了，那就要接受解析度最高的自己，是资料高达数千万的点空间，
是小数点到达第四位的精细数字，没有人会撞你。人明明是生活在解析度最高的地球 online， 却又抱怨这个世界太清楚，于是拼命地降低自己的解析度，最后的结果是要回到麦块地球吗？那选择来地球 online 是后悔了吗？将来的相机如果是 20K， 电视也是 20K， 一切就真的原形毕露了，那是抵死不买吗？抵死 not buy。 什么是真的？什么是假的？这是 NASA 卫星从太空中看到的地球，非常的美丽，这是真的吧？回到 Intel 公司的无人机 3D 地球也非常美丽，但这是假的吧？什么是真的？什么是假的？美颜软体是科技化装束， AI 绘图则是技术到达极致， AI 人没有黑眼圈，没有眼袋，没有毛细孔，没有痘痘，没有痣，没有任何纹路，脸型只剩下少数模板，纸娃娃设计组的苦心造诣完全消失，人脸失去了辨识度，一整个完美到确定是假的。网络上总有些翻车视频，但人脸纸娃娃的设计技术几乎全被破解，所以想要变美、变丑、变老、变性，全都可以。所以眼睛看到的画面，手机里看到的一切，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？当直播主努力表演、博眼球、展现世界的美好，那就是真的。当干爹借钱刷卡卖身家、拼抖内抢榜一，那就是假的。没比较就没伤害。照片与本人不符，这句话永远是对的，因为解析度就不一样啊，差那么多。所以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，本尊要躲起来，绝对不见人。只要能逃出众人解析度最高的眼睛，就不怕见光死。所以老师平常都躲起来，不敢见人吗？不会啊，照片里老师很帅吧，但本人是一样帅。科科，老师你有开美颜吗？当然有啊，可是有开跟没开一样帅，很伤脑筋啊，浪费钱。科科，美颜软体不用钱。你不相信吗？这是我开十级美颜的照片，但看自己就是不满意，只能打87分，无法再高了。这是我没开美颜的照片，天生丽质难自弃。科科，没比较就没伤害。什么是真的？什么是假的？在虚拟世界里，一切全都是幻觉。那个杜老师在胡说八道，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纸娃娃系统组故意留了这么明显的缺陷给人类，是要煞费多少苦心吗？就是，人类就是愚蠢。要调整地球倾斜角吗？89度就好。这位是新加入的宇宙设计组人员，你们认识认识。听说人类砸大钱弄了台微波望远镜，上面还镀金。是啊，所以宇宙设计组人员扩编了，不多画些宇宙图给人类看看，会被小瞧了。看高兴的也爽，反正人类也到不了。老师，纸娃娃有这么明显的缺陷，被人类发现了怎么办？是天天都被发现啊。你买了一颗苹果，切开后才看见它里面是烂的，会不会很呕啊？但人类早已经习以为常了，从不觉得奇怪。那留缺陷有什么目的吗？我不能再讲了，讲太多耳朵好痒。是不是有人在背后偷讲我的坏话？等一下，这段要剪掉。耶，拍完了。